我们现在下第二盘啊，第二盘，哎呀，我太艰难了，我要受到这个赵特的这个追击啊！第一盘好不容易下了一盘和棋，一定要把时间控制住了。我说是的，哎呀，第二盘紧接着要被这个赵特这个指导啊。就是在去年的那个深圳的那个彭城杯上呢，我也是直先对阵了赵昕赵特下了一盘，然后当时呢也是好像三十多回合就输了吧，好像输的还是挺惨的。然后现在呢，让我也继续开先，然后进行一个对弈。哎，赵特考虑了一下，走了一个进七兵。那我就二平三吧。哎呀，今天的这个菜第二把菜刀还是没准备上啊。其实走飞象，黑方的硬法很多，我也不知道赵特会选的哪一路变化。但是那个简单看想了想，一个思路，可惜没有用上。没有去研究这个赵特走进七卒的这个变化。啊，滚边兵，这是一路什么变化？好像大概看人下过这个棋，只是大概有一个印象。果然是对边兵啊，那把兵退了。好像是落象吧，象我退三再回来。这个棋真是烦人呐。落象。这个棋我是真的没下过了，各位。刚才那个棋我好像还下过，这盘棋是没下过。也有不走炮三退一的，所以但是我还是选择了退象。炮三推也有吧？炮三推他是不是9-9-6走出来，还是走别的？对，以后我记得红方有一个阵型是以后是炮八平四，马八进七这么一个阵型。红方炮，黑方果然是炮二平四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这。哎，我还是走炮八平四。哎，他炮二平四，还是炮八平四吧。这个棋真的没怎么研究了，只能临场现想了。对车不好吧？对车的话也可以，但是现在对车对了，我这个也上不来呀，这子儿。这个棋，补个象吧，感觉就是不像不是。现在，
现在我在想，我能不能车进六走进去？车进六的话，它马八进六，那我车平四是不是可以？现在赵特进行一个常考，他是不是没有这个没有见过红方这个象七进五这一路走法？好吧，车进六。车进六也是我的权利。我现在要是16进五补一手，他马七进六，他马三进四，我炮三退一。我现在车进六呢，他马三。他马八进六，我捉他回。哎呀，感觉没有什么先手。G2 进6进去吧，炮四进五没有用啊，炮四进五他马八进六跳上来了呀，哎，这棋怎么下？准备干什么呢？准备以后兵三进一过兵了。现在我要是马一进二跳上来呢，他马八进六跳上来，马一进二跳，他炮八进三给我打掉，我吃掉，他炮八对三还可以给我关住。我现在这个，我的左车怎么出来呀？他这个他把我车给困死了，这个怎么办呀？这是个难题。我现在能不能把中兵吃了？敢不敢呀？他金炮，我捉他。吃了他马八进七，蹬我一脚，我再车五平二，他马七进六又跳出去，等于我把他的子儿全放出去了。吃兵，他过兵。我再车五平二跟住他，炮三进四打兵好像也可以，但是我打完兵我不知道黑方走什么，所以我就没有打兵，我也不知道炮三进四打兵黑方该走什么，现在就是有点发懵的状态，哎呀。已经没戏走的感觉了，所以索性就车二平五把中兵吃了算了，等着对方来进攻吧。他马八进七，我再车五平二捉一手呢，他马七进六要跳上来，我就车六平四再捉他。
我就把他籽儿全都赶出来。这个虽然有点危险吧，但是9平3呢，他老有点子气。9平2捉一下吧。他马7进6，我还可以马3，不是，我还可以炮3平4打一下吧。哦，他退回来了。哦，兵3进1，他炮8平7，兵3进1拱过去，他给我打出来。兵3进1呢？这是什么棋啊？他拱了我，我把他打掉，我可以吃个子儿，但是我的子儿也挺弱。兵3进1，他炮8兵7，我就马1进3。赌一把吧，就按这个思路走吧。我这个一路马省的出不来呀，哎呀。我现在要是兵3进1拱掉他，他打掉我，我马1进2跳上来，下一步要是有一个打马的棋，他会不会炮7平5啊？这个有点厉害啊。炮7平5，马2推4，后退1只平。我说马1进3行不行啊？现在这棋，马1进3是什么棋啊？天呐，搞不懂，好像有点假。拱了打了，马1进2，他炮7平5，炮7平5可以炮7进1，我还可以炮3进1守一步吧，跳马他会不会炮7平8呀？炮7平8，马2退3，炮8平8，马2进4，啊？吃。
买一赠二，他以后可以泡三瓶一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泡四瓶一。就这么下吧，已经这么想了，就这么走吧。哎呦，时间又少了7分钟，现在我还剩5分钟，对方还剩12分钟，又要进行时间恐慌了。这个现在还有6个大子在这儿，我必须得要抓紧这个速度了，不能再长考了，再长考我就要超时了，再长考就要超时了。哎呀，这个棋，哎呀，好希望这个继续让我走这个棋，感谢棋友们的订阅与支持啊！我希望下一步就把他这个马打掉，再马二进四一个登双，我就白得一个子了。希望这个，好希望这个，好希望这个赵特让我一先呀，给我一个偷吃子的机会。请给我一个吃子的机会吧。比如说黑方这时候一着急，一悠闲的走了一步卒三进一，然后我就把他的马打掉，然后我这个棋就机会就来了。对面是特一大师赵欣欣，浙江的这个浙江队的特大赵欣欣啊，赵特有没有考虑走卒三进一啊？请走卒三进一吧。哎呀，他要是炮7平5的话，我实在不行，还有一个什么炮三进一呢？好吧，好吧，他看出来了。不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是走马二退四还是马二进四？哎呀，天呐！马二退四还是马二进四？马二退四，下步多了一个马四进五。马二退四，他可能会车四退一退一手。马二进四呢，就是一个交换。哎呀，其实又不知道走什么了，这真的是头疼。好像一个交换，这是什么棋呀？马二退四，马二退四，马二退四，他走什么呢？那车四退一，我这个车出不来怎么办？马二，他之所以我是想马四退二回来，现在他，我刚才马二进四是什么变化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马二进四是什么变化。哦，还有炮四平一的棋呢，哎呦，我都没看见呀，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还有炮四平一的招法，没看见。哦，这个陈栋大师很厉害呀，我都没看见炮四平一，而且马二进四是什么棋？我一直在看这两路变化。
马二进四到底是什么棋？我不看，我没有看大家的支招啊，因为还是尽量自己下，那个自己考虑自己的招法，因为大家我知道给我支了很多好的招法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连贯大家的思路，所以说没办法去听取你们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建议。我现在刚才一直在纠结马二进四的棋，所以我又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儿，只能说这个先走一步再说吧。果然是走了一个那个车四退一，我是想马四退二回来，那我现在炮四平一，他炮平九我没有用，好像现在炮四平一有点用。现在马四退二，他炮八平五会不会？我马二进三蹬他一下，他打我中象，我飞掉，他蹬掉，应该不行吧？我车九平，我还可以车九平七吧，我就马四退二回来吧。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就剩2分钟了，那要进入时间恐慌了。哦，车二平三呀，我都没看见车二，现在都看不见招了，怎么？哎呀，天！车二平三也没看见，我现在属于什么棋都看不见了，就按照个人自己的思路走吧。我也想和棋呀，我现在就2分钟了，六个大子还没画呢，太危险了这棋。马二进三呢，他要干什么呀？赵特这是什么意思？炮三平一，好像没什么用。马二进三的炮八平七是吗？那我打掉他，他给我飞掉。我出车正好对他一步，走个先手，先跳上来吧，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没有砍的棋吧？没有，不是假棋就行了。炮三进二打呀，打有用吗？哎，已经看不见招了。吃。交换吧，交换吧。我现在就剩1分半的时间了，这得快点走棋了。黑方下步还小心他有一个什么？我现在车九平八对车，他是不是有个马三进一啊？天呐，这还得小心点儿。炮四平一走一手呢？他飞个象，我先走个炮四平一吧，没时间了。哎呀，这个时间真要命。他飞个象，我炮一进二打他一下，炮一进三打他一下，一堆的打，炮一进三打他一下吧。炮一进三打他一下，他的车跑哪儿呢？车点二路，
然后马三进五是不是可以走一步？点二路，我再抛一退一打他一下，他在卒二进二捉我的马，我在马三进五弃子儿吗？弃了好像。哎呀，这个棋，我也不敢车九平八对车啊，对车他马三进一，我就输了。这有一个入局的一个棋，真的飞象，抛一进二打他一下吧。他车八进二，我就车九平七保住，炮一进三打他一下，他点二路车，哎呀，没时间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打他一下吧，没时间考虑了。哎呀，这个惨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将落象车平车捉，将军，不是。将军，将军。车二平三呢？他平车过来，我车九平八亮出来，马三进一跳上来，他也平车过来，马三进五他捉我，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车二平三有点假吧，一将他可以垫马了。没时间了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就车二平三吧。感觉走的有点假，出车吧，出车亮出来，
他会不会点二路啊？点二路我可以将跟他把车对掉。哎呀，这个棋，没有时间了。哦，他把车退回来了。这走的有点假呀。将电车打掉他骆驼，打他马。打他马。将军，吃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这我也不知道走什么了，我时间已经有点恐慌了，我就这么下了。实在是这个，只能按这个个人的理解了。一到了读秒了，就已经有点发懵了。我不知道这几步是怎么样啊，是什么情况？感觉刚才有优势，真的是有优势，但是自己走不出来呀，没办法，所以现在赶紧的，这个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要注意了。哎呀，这个，对，他回来了，回来我车八平六给他拉住，我就这么想的。刚才马三进五啊，马三进五，是赢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马三进五没看出来啊，他平车过来捉我了呀，我看不见这种那种你们说的什么赢棋的招，真的，感觉都很深奥的这个棋。现在我走一个马三进五跳吧，我这个炮还是要躲开，还是要马三进五跳进来。马三进五跳进来有用吗？他炮六平七了，马三进五他炮六平七，我马六进八，
哎呀，现在看不出棋了，炮6炮4平1平过来吧。他会不会马七进六跳上来呀？这是什么棋？对，马七进六跳上来怎么办呀？兵五进一冲起来吗？炮一进二打一下。那他马六进四跳进去了，哦，现在怎么全是假棋啊？兵五进一的话，他马六进七跳进来了，变成了一个残局了。这个怎么办呀？哦，他有一个马四退六回来，不对，他有一个马四退六回来了，我这个冲中兵好像有点问题。哎呀，好后悔啊，这步兵冲的有点问题。哦，他可以马跳进来了，那我也只能对了呀，就下成了一个残局。哎呀。行，这，哎，这就没什么，这完全没有优势了。和棋吧，收兵了。没办法了，残局不是我的擅长，不能再多下了，再多下就基本要挂了。哎呦，天！看看赵特愿不愿跟我和棋。将军。我好，对，复杂的局面还是没有看清，一会儿可以复盘看一看这个棋。哎，我提和了。看来赵特跟汪特都一样很照顾我。提和的话，那个同意了我的和棋，现在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举办方说下完2盘棋以后可以休息一下。这个棋我就是落个士都可以了。然后他这样子吃我一个象没有用，因为那个没有多兵的棋。所以现在就是一盘和棋，然后休息一会儿。然后那个，我看看，我去那个看一下这个大家怎么说的啊，大家也就可以休息一会儿。怎么复盘呀？
啊，对对对，差点把这个棋给那个什么。前面布局就不多看了，前面的话还是很乱的这个棋。这步车九平四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。我觉得这，哎，赵特这步车九平四，我得就好好的思考一下。我没有想到他会走车九平四。这个棋刚才前面有人说，陈栋大师说走那个。炮四平一是吧？我真的没有看见炮四平一。哦，还有炮四平一的棋呢。对呀，炮四平一，他那个赵特是不是还得炮八平九拦住？那他这步炮七平八就白费了呀，我就没有想这个问题，我全都是想的是把我这个马给调好。将军，对呀，我可以冲中兵哈。我前面那地儿想的是这个一将将军。落士，然后想这么一将军，将，人家落象，然后再冲中兵。我是刚才是这么想的，然后那个没有时间了，然后又特别慌，就忘了能直接冲中兵了。对啊，直接冲中兵，我这个真的没有，哎呀，已经真的是看糊涂了。我说怎么觉得有一个退车捉马的棋，不应该先将先冲中兵，先冲中兵，他是会出将吗？出将我将将军，一军再捉一下马吧，这个还挺厉害的。他要冲兵过去，我马三进五了，他平这个。我是不是可以推炮？我老想那个把他车给打走。这时候马三进五啊，那他把我这个吃掉，给他蹬掉。这棋什么情况？马三进一呢？马三进一他吃掉，后续是走什么呢？这也是需要去兵五进一他出将，继续兵五进一吗？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可以去看看别人怎么说。我问一下，我先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可能一会儿对上那个陈栋大师。现在有点，现在这两盘棋下的都冒汗了，都，这被两大高手折磨了。这样子，我冲中兵，他出将，我走什么呢？我还是不太会下这个棋。对，赵特这个下的这个很那个，很照顾，给了我一个机会是吧？给了我一些机会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抓住，而且这个棋我也。这个棋走到这儿，我也不太会下了，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
我这个九路车还没出来，下到中盘下到一半的车还没出来，这个车没出来，真是一个问题。哎呀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和礼物，还有订阅，也感谢大家那个给我这支了很多招，但是我真的走到这儿不是特别会下这个棋了，这个中局可能还是有待提高吧，因为这个六个大子这个阶段这儿我不太会走了，尤其是现在是1分钟1步的读秒的阶段，所以现在是有一点就是现在有点懵这个棋，我现在要把兵冲过去，他会不会平过来？他也，所以走到这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且我马3进1的话，他也车2平6，他会不会出将啊？主要我这个九路车怎么出来，这是个问题。现在棋下完了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下呢。1分钟1步的话，相对可以说是这个宽裕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局面下挺紧张，因为现在要是马3进5的话，他平车捉我了，这个没有用哦，我底下将他落士，这个炮有问题。我这个棋是不是应该直接将将军，军啊，棋友们？他可能落象了，我车2平3，他回中马吗？那我再退炮打他一下。可能我这个炮1进3打他车是好棋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感觉是打他车不是特别好，好像没什么大用，把他车打到那里没什么大用，那就先这样吧，先那个，先那个，先让我休息一会儿，我先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一会儿5分钟以后一会儿大家一块儿下个3盘。